好了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版的奇特护膝，这是全境二首个奇特的护膝。关于正式服怎么获得啊，暂时还是不知道的。不过测试服呢可以通过新建角色来获得这个奇特的护膝。好的，那么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赋啊。首先呢第一个天赋呢就是80%的干扰脉冲的充能速度。那么呢第二、第三天赋呢就是你连体键移动呢你可以获得很多的额外的护甲，也就是蓝甲。那么呢你还可以触发一次脉冲，4秒一次脉冲，范围还是挺大的。那么呢，我朋友说这个奇特的护膝呢比较适合 PVP 啊，对付电工的玩意。除此之外呢，这个护膝呢还带来两个蓝叉，一个黄叉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实际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标记出一个很大范围的脉冲啊，一靠近掩体呢就可以触发这个干扰脉冲啊，还是啊不错的，敌人都能上状态。所以说，假如你的手套带上那个恶人的话，其实还是可以的，还是挺好玩的。再比如说前面有个电子车啊，你这个脉冲呢可以摧毁这个电子设备啊，包括机器狗也是可以摧毁的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，我一靠近，然后看一下这个小车，马上就炸了啊，还是很快的，对不对？这奇特的护膝呢是非常好玩的，你看移动呢还有移动的蓝甲可以保护你啊，然后还得触发一场电池脉冲。那么呢等正式服更新推送了之后呢，我再出一期视频啊，教大家如何获得这个奇特的护膝。目前呢测试服倒是没有获得的途径。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、收藏、加关注、加分享哦。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